这回去的是 Manado Pass， 它是在科州南部的一条 trail， 就一直沿着，就是从丹佛出发，从一直沿着I-25往南，然后就基本上就到了。它的一边等于是它的另一边比较有名，主要是因为它的出口实际上是在，也可以说是入口，反正就是 trail 的一端，实际上是在 Great Sand Dunes， 就那个国家公园里头，就在沙丘。景色变化很多样，从开始的树那个森林，然后低矮的灌木，然后一直到沙丘，就它的环境都有。由于我们出发的比较晚，还没到 Madonna Pass 的时候就已经天黑了。我们现在到 Trailhead 了，就是 Madonna Pass 北边这个 Trailhead， 这路两边啊全是 private property， 就是如果是只是有路的时候，没有这个出来这一块的时候，尽量不要停车。然后但是它其实往里走不远就有一个出来这块，现在我们在这个位置，就是我们现在这块给轮胎放气的地方。几天前的突然降雪让 Madonna Pass 变得比较泥泞，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小泥潭。到达营地的时候已经接近午夜12点，我们迅速地支起了帐篷准备做饭。为了节省时间，我们做了一道快手咖喱鸡饭作为晚餐。出发了，准备往 Great Sand Dunes 往那边开，从 Madonna Pass。 从路边看这雪还是挺大的，就是积雪，尤其是树荫的地方，远处的山上也有很多这个积雪，但是路上的雪基本上化的还挺干净的吧，路边上还有一些雪，远处那个雪山还挺漂亮的，山上的雪还都留着，还是挺有意思的。希望往里走的时候路不要太滑，稍微有点点小泥。Madonna Pass 现在这个 trail 里头雪倒是还没有，但是好多小水坑还挺多的，不是特别大，全是小水坑，倒是有点泥泞，但是抓地力还可以，因为这边石头还挺多的，这种小的碎石还挺多的，所以抓地力还不错。一会儿会过两个大的水坑，过大水坑的时候就比较有意思了。如果牧马人的话，前面如果是卢比肯电子的那个随伴，尽量就别去碰那个按钮，因为那个按钮那个并不怎么防水，尽量不要在过那个水的时候有让它那电机里头有动作。不知道今年那块那两个大的水坑水的深度怎么样，反正之前那个水坑还是有点深度。感觉现在化雪，这个水应该也不会很浅。边上你看还有一条小溪，就是 Madonna Pass 进了 Great Sand Dunes， Great Sand Dunes 的这边这个路段里头就会有很多就是小溪。然后对，这边还有熊，这边生态保护的相对来说要比那边更好，就是远离了 private property 以后。
然而今年的水量远远没有我们想象的多，第一个大水潭现在成了小水沟。第二个水潭虽然还在，但也明显变浅了很多。McDonald Pass 中间这有一段，就是在这个灌木丛中走的这块儿，还是有点窄。车如果太宽的话，边上这个树还是挺容易划伤车漆的。你看这块儿，伸出伤口就能碰见这个树枝了。这两边都还是离树还挺近的。如果比较宽的车，其实还得注意一下车漆。McDonald Pass 啊，这条路因为整体中间有一段，中间有一很长一段比较窄，所以错车还是有点难的。因为这条路车其实还走的还挺多的，而且因为它没有什么特别难的地方，大的皮卡什么也能过来，所以有时候错车还得需要注意。它会隔一小段有一个可以让你错车的位置，但它不是一直有。像这一段基本上它就是就是窄的，然后突然到这儿。正好，你看这儿就是，你看这儿还有轮胎印儿呢，就是它这外边就是往车，就一辆车一辆车往这边走。如果长的车队有时候就很不好错了，所以来这块车尽量也不用不要太多，车队也不要太长，不然错车其实是个问题。因为一般这种错车的位置基本上就是，比如说单向是一辆车，另一边可以是多辆车，这么错还能错开。但如果两边都是多辆车的话，就不是很好错了。McDonald Pass 除了有频繁的涉水之外，有些松软的地方也会因为流水侵蚀形成交叉轴。随着我们离开森林，越来越接近沙漠，路边的植物也有了明显的变化。坐拥全北美最高沙丘的大沙丘国家公园 Great Sand Dunes， 我们终于从侧面看到了229米高的层层沙丘，周围的植物也渐渐变成了戈壁感的低矮灌木，金色与银色的植物在雪山下显得相得益彰。往阿拉莫萨方向前进，逐渐可以开到沙丘的入口，大家可以爬上沙丘的最高点，也可以带着滑沙板过来滑沙。